就在中国梦之声七月十四日晚的逆袭战中啊，蔡刚公主邓小坤是勇闯十二强、成功逆袭的第二天，他呢又马不停蹄要参加工作去了。是，那比赛完呢，他参加了一个杂志的通告，哇，接连几天不眠不休，这个小坤终于是撑不住了，以至于在拍片现场突发状况。今天晚上此刻，更多的人爱的是邓小坤，恭喜小坤逆袭成功。在中国梦之声。